见我穿这么清凉了吗？不过海边确实还是冷啊，但今天还是挺好，天气好，我们潜水看看。等等着，前两天弄了那个大章鱼吗？不是，这两天应该还有。这秘密基地啊，没人能发现。走。
这玩意儿不错哈，上来了啊，那个啥，这温差变化挺大啊，有点小冷嘞。那今天就给大家拍到这儿吧，今天还不错，心情挺好的，主要是心情好。人嘛，活着就是。